我大金花带法强，带法强吧，忘了，那都太久了，应该都是法强攻击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欠打。完了，凯，我操，难受，我很难受。他们强攻好像能共享呀。维恩跟鲁仙两个挨我，怎么一人一下就一个强攻了？全军出击！别让对面鲁仙回家。呼，爽啊！我就不让武器走啊，喜欢剑这武器。碰我打我！就不让你走。不让你玩游戏今天，就不让你走，恶心你，怎么样？买个萃取是吧？还拿了一个人头。坏。哎，我这平 A 吃的不应该，他爆狂了呀！这不，看我，老穿我，没看到。没蓝了你这样吧，你一会蓝全用光。我操，暴女，暴女有点狠。Double kill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来来中啊，他没意，他没意，他没意，兄弟直接上。帮我了。没意。我走了。打这种射手其实最好带 TP， 我带点单纯粹是玩的凶一点，知道吧？回家回家，帮不了你啊！坏了呀！进那么深干嘛呀？华语呀，我说他们一起拿了头这样的玩，我怎么支援都追到那送到二塔直接就喷我，我操，这狗熊不讲道理啊，
我还以为骂我呢。妈的，丢了上的二塔，打不过怪我了。他到底是骂谁的？我不知道。可能只他骂怀的。直接开喷了。我也被害了。我有点被害了，我操！我怕了呀！操！我再不支援他，他骂我，你知道吧？我这支援也打不过，我操！怕了呀！那就得发育一下才能玩呀。嗯，陆仙做了个影魔刀，那怎么对线？对过了线吗？六级也不好抓，我们中野双 IP。双 IP， 那试一下，我有鱼的话能抓死。双 IP 有鱼能抓呀。主要是我那波是真不想去，我不去我感觉他要喷我了，你知道吗？一群那波啊，我都没六级。他没蓝了，我操，我要死了，我感觉，我操！我没必要交闪了，感觉交闪活不了。打后期啊，打后期就行了呀。别提，我换了一个就别提了呀。Nice， 呜呼，起飞了，各位。怕你啊，补了，哎，我吃了经验值就行了，不补了。走走走，这波线你吃吧，这个塔我不要了，给他吃一次，无所谓。吃了一个600，一个900，先把无妖做出来，再去发力。还好呀，感觉没多大逆风呀，就对面中野有人头而已，真没多大逆风。中野人头多一点，不是都不能打。鱼雷。带走，咱杀你。七步以内什么最快，各位？下去。他有传送了，有传送了。但是我烧点钱呀，管不了，烧点钱。A 一下就走 ，A 一下就是我的了，走走走。A 一下就能吃到啊。
走走走。走了呀。古兄老是跟暴女摇摆什么呀，直接走呀。你直接走呀。你和暴女拉扯什么。老子回头想敲他干嘛呀，你看就骂人，你自己在那摇摆不定，你走会死吗？我们都跟男人都走了呀，骂人啊。速度太差了，啊，怎么打？本来就是呀，你跟那个暴女拉扯干嘛呀？他走就走了呀，我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。我就先发育一下，没人来了。哦，我们一起来被咬死了。我靠，我的，我想等第二个巫妖，你们知道吧？其实我感觉不等第二个巫妖，暴女也死了。我操，这波炸了。我那哪叫闪现点，我不闪现你杀不掉呀，我不闪现你能杀掉暴女吗？我不闪现，打了打了你跑了呀，你看他每波都，我这波操作又开始了，他又开始骂，知道吧？这人就无脑。我记得被动我还没吃，我肯定不理他呀。 Q币 这两天应该会到，我已经帮你们吹过了，他晚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过节了，过节会晚到。
那这两天应该就会到，我晚上可以再我再帮你们吹一下。卢仙打不过我了呀，刚好没上，肯定赖恩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刚想 Q 的，但我突然冷静了一下，真的，我难道觉醒了见闻色霸气啊？真的，我就突然冷静了。三个血的卢仙我也不 Q 上去 ，Q 上去我就是送。我们无缘两年半，无缘也很肥。想看戏吧吗？卢仙大影魔刀呀，我也杀不掉。这把难打，这把对面都很肥啊。你个刀。快点呢，给我死啊，余毒没解药，哥们大影魔刀，我操，nice nice， 各位极限不死， nice。还大影魔刀，他大影魔刀，我上去触发杀不掉他呀。哎，没有吗？什么时候触发的呀？我真没注意，我靠！把他拉扯麻。把他拉扯麻。威恩智慧默认，靠，全怎么抗？他以魔刀女妖，智慧魔刃加女妖，我找点法穿呀，哇！哎呦，坏了坏了，没交闪。我这波不该死呀，我操，杀威恩杀得有点久了，他们打到了很快，放个视野呀，放个视野，我都怕他们直接开龙了。威恩暴女鲁仙打龙太快了，武器我掉了，武器感觉有人，
漂亮，漂亮！我操，这豹女好阴啊！怎么就过来了呀？我都没看到她的飞镖，图像显示有问题，我感觉。这边还在做吗？他还要做什么呀？你磨刀。得打点 AD 伤害呀，兄弟们，有点难发挥了。打点 AD 伤害打不动，我反正你不然这回摸人家抗魔斗篷。没护甲，都完全没护甲了。妈的，没闪。好像是武器的提升。再带一步吧，再带一步，再带一步，再买个小王。好，豹女怎么老盯着我？豹女，好，怎么老盯着我呀？还有个女妖还杀不掉。你很好杀别人呀。他全部抗，你现在给我配个法坦我都打不动，真的我都绝望了。七什么？一百二吗？一百二十五，太弱了呀！对面这个，我只能杀武器，你的离谱吗？只能杀武器了。从来都不
我真就只能炸武器了，全是两件魔抗。谈吧，反正也没有机会。不愿意出装我都打不动他，我 QW 半血都没打到。